那我们现在这边是第二站，第二站是炒虚机的操作，就是开关。那我们就是提醒大家了，就是虽然 我知道跟大家平常制茶做茶的实际操作可能会不一样，可是这是考试，就是请大家按照那个评分表上面的考试的流程来做，对，然后就是提醒大家不要给搞，不要按照自己平常的方式做，这样一定会扣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二站开始，要检查三个地方，第一个是瓦斯供应开关，然后再是下面的这个火盘开关，是不是都是关的？然后再来是检查电源是不是关的，然后你确认都是关的，你就举手说确认都是关闭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要跟各位讲，动作不要自己做下去，就是慢慢做就好。你要让那个委员看到你有在做到那个动作，你一直做，如果他没看到，他会不算分。所以就慢慢，其实八分钟，其实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了，就是慢慢来，不用紧张。瓦斯供系统跟炒心机是否关闭？检查，检查，检查，好，好，举手确认关闭。好，确认关闭。好，再来开启瓦斯供应系统开关。好，打开。然后再来开启电源，炒心机电源。好，再来开启炉火装置。看到火出来就好，然后关掉，然后再开启火牌，应该有了，有，好，再来关闭炉火，好，可以吗？然后再来我报告我可以炒心，然后再报告炒心结束。然后再来报告，先关闭瓦斯供应系统，然后再来关闭下方火牌，好，接下来关闭电源，OK， 以上第二站。